哇，这个是什么鱼呀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再拿一个胶带给我好吗？你要胶说带，请拿一个胶带给我。爸爸，请拿一个胶带给我。不是啊，这样很危险。你要贴在一个鼻子上吗？我粘到了，创意大发现。你连这个好长哦，对呀，它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啊，艺术品哦，对，艺术品，是吴兴义自己发明的艺术品。对呀，那要冰到冰箱吗？要啊，要等它冰冰的，要等它，要等它，要等。那你要再做新的吗？要再剪一个新的。我们要拿2张卫生纸，然后拿一个胶带给我，好吗？真的，好，快点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快点贴的这边，你可以贴在这边，你可以等一下要用可以拿。哇，这个很大，好，贴在这边，还要一个吗？要。好，贴在旁边，你要先剪啊。好了，有这么多了哈，有这么多个，你要先剪好才贴啊。要贴这里，这里，把它撕成这样子。我们没有要贴的啊。要专心，我就拿这个铅笔刺破。要刺破一个洞做什么？把破破的。那你的口水还是鼻涕又滴下来了，我把它粘住了。Powerful Ranger。是这样子做的，把它连起来，把它连起来。好吗？已经用完了，你看用太多了吧？这样很快就没有了耶。为什么？对呀，因为我刚刚有给你4个胶带了耶。那你都还没有剪，又开始粘的胶带。也教的很容易呀、
你要粘在裤子上，不行啊。